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备受全球都关注的2022北京冬奥会已经圆满结束了，中国体育健将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金牌数获得了九块，取得了历史的突破。与此同时，杭州亚运会有消息了。据相关报道，北京时间2月21日晚八点，杭州2022年亚运会正式进入倒计时二百天。 接棒冬奥会，冲刺亚运会。二零二二年中国举办的两场体坛盛会举世瞩目。杭州亚运会将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。目前已经确定竞赛大项增至三十七个，包括二十八个奥运项目和九个非奥项目。奥运项目二十八项，分别是游泳、射箭、田径、羽毛球、篮球、拳击、皮划艇。 自行车、马术、击剑、足球、高尔夫、体操、手球、曲棍球、柔道、现代五项、赛艇、七人制橄榄球、帆船、射击、乒乓球、跆拳道、网球、铁人三项、排球、举重、摔跤、飞奥项目九项分别是武术、藤球、克柔术、柔术、板球、棋类、轮滑、卡巴迪、壁球。 期待二零二二杭州亚运会成功举办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、收看，谢谢大家。